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因为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世结束的完结篇咯。以世结束吼，咱简单讲，好参像是一场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旅行，对着上帝灵遨游于天地之间呐，吼，在这个天地之间安尼射来射去，射来射去，看到真济异象，离开这个世间，离开人间，好参像种经验。这种经验在新约的时阵，那个使徒叫做保罗以后这个经验，上帝将伊的灵对伊的身体内面怎啊个提出去，吼、哦，和伊会当去到天顶，有一挂神秘的经验。在旧约就是以色列书，但是无同款就是保罗并无讲真济，伊看到啥物，但是以色列确实描写个真清楚。虽然好参像经历一场的旅游啦，吼、哦。一开始出发就是在这个巴比伦的加巴路这条河的河边，这是荷兰掠去一些的人，大概集中大的所在。这个所在带着真侪贵族，带着真侪服侍上帝的人，但是因的心已经拢离开上帝，所以上帝根本都懒得理他。上帝的频道跟因讲话，无想要跟因讲话。但是在迄个过程中间，看到上帝灵临到因的时阵，就是临到一个愿意来渴慕上帝的人。就是以色列，伊是一名祭司，但是当上帝灵临到伊的时阵，祭司是一个身份，但是当伊真做先知了，迄变做一个呼召。上帝呼召伊来真做先知，开始对百姓讲话。所以以色列一生看过真侪，伊将来捌看过画面，吼、哦，迄比迄个哈利波特更加哈利波特，哈，看真侪画面，伊也用实际行动，在这段期间，伊做先知的过程，伊也经历过真侪代志。上个痛苦就是伊太太的死亡，这就是一名服侍上帝的人，伊所经历过的痛苦，这就叫做什么？道成肉身，就是讲，这个有标讲将来耶稣基督来世间，一名先知安怎样用实际痛苦来表达上帝的心意？有一日，上帝要亲自来到世间，不是干那派人来，不是派人来受苦，对因讲话尔，乃是上帝亲自要来到世间，也来参悟在人类的痛苦当中。这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中心。所以在以色列书，伊本身做一个苦难的身体，已经代表将来有一名要更加苦难的身体，那就是耶稣基督家己。伊要来在苦难中，要来带来荣光，带来人类的荣耀。所以以色列已经过真侪代志，咱今仔这集要来讲最后啊。当以色列伊看到上帝灵离开耶路撒冷，上帝灵临到这。过再来，上帝好像亲像导游带伊开始去看，看到当时上帝对迄个时代各民族的心意，上帝对迄个时代以色列人的心意，而到最后的时阵，上帝可以看到一百多位是圣殿的荣光。这段咱以前小可有捌讲过，讲圣殿搁起的时阵，有上帝活命水对这个圣殿流出，会来医治万民。在这个过程中间，伊说起，伊讲看到上帝灵来引出，上帝灵用死的话不对来显现。当然不是讲上帝真正生做安尼啦，那生做安尼，无那真恐怖啦吼。啊，生做讲有死的面，有人的面，有狮的面吼，啊，有这个牛的面吼，啊，有这个老鹰的面。哎、啊，真正来一个人生做安尼，无惊死啦吼。但是，迄个是一个异象的意思，就是讲，上帝是咱看未到、望未到，上帝无形体，但是上帝用这死的面来表达伊甲咱的关系。用这四个面帮助咱来认捌伊，所以伊才去看甲遮济。最后上帝会看啥物？上帝会看迄个永远的荣光。所以圣经记载，到最后上帝能引出伊，好参像在这个圣殿行一年，迄是新的圣殿哦，在迄个新的圣殿，上帝所建造的圣殿来行一年。到最后伊看到讲，迄个服侍上帝的人日后永永远远。用来服侍上帝，看到圣殿的边有两栋真大间的这个建筑物，那是祭司换所在，换衫的所在，那是祭司在那个所在要准备要服侍上帝的所在。也嘛看到上帝的灵要开始要来点在这个所在，所以上帝的灵离开耶路撒冷，一直到后来上帝的灵去到伊家己所建立的圣殿了后，上帝的灵要留在遐。这个经过就是要讲到以色列人因跟上帝的关系。要讲到上帝已经离开这个民族，但是讲到最后，上帝要过来将这些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这犹太人，要搁组织做会，上帝要做因的主，上帝也要做全地百姓的主。在这个过程中间发生一个代志，迄、那个代志就是上帝的荣光离开以色列人。原本上帝拣选犹太人要跟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因犹太人的犯罪，上帝灵就离开了。上帝灵离开的是犹太人因家己生活在一个无法度跟上帝沟通的一个境界里面，因家己唔知道。所以以色列蒙上帝呼召就是要来给因提醒，但是犹太人因家己唔知道，因唔知讲因离上帝有多远，因家己拢总唔知去啊，可怜，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民族。所以对犹太人，这个时代的光景，咱来回想，这就是整个人类即卖的光景，即卖的光景。所以伫耶稣要佫再来，当上帝末后，迄、那个上界光明的天国要来的进程，就是最黑暗的时期，也就是即卖。所以咱即卖的处境，就好参像以西结，伊当时活伫旧约要结束的时阵的处境。所以咱即卖是活伫新约要结束的处境。这是文学家、艺术家常常在使用的一个手法。我前两天相声，台湾有足出名吼，相声瓦舍吼，因捌有一个专辑，因在讲相声的时候，因就是用一个比较的手法，就是利用2000年吼，2000年讲因在讲相声，因利用一个时空对照的手法，吼，用同款这个舞台。同款这个舞台，伫清朝的时阵，伫清朝的时阵，以及甲即马100年后的即马，因来做一个比较，用真巧妙的艺术手法来表达一个物件，什么物件，都是即马所发生的一挂乱七八糟的代志，其实100年前也是同款在发生，100年前发生的这个一挂非常非常，互人感觉讲，哪有可能啊安尼？感觉咱无法度通相信的代志。其实伊咧讲古早的代志，但是观众的耳朵咧听的是会笑，为啥物？因为迄叫做借古讽今啦，借古早的代志咧笑现代人啦。哦，借古早发生的代志，现代人先来笑，因为你笑讲啊，原来以前就是安尼。甲即马同款，甲即马同款，迄人会做，人会歹，是无受时间的限制，无受空间的限制。美国人的歹，甲咱台湾人的歹是同款的，迄、那个人性内面的贪是同款的，对迄个色情的引诱，迄是同款的。哦，做人拢同款，无论你是啥物所在咧做人，所以做的是突破空间，啊，做嘛突破时间，就是以前古早人犯罪，甲即卖人犯罪拢同款。所以一名艺术家等于观察到一个社会现象，伊等于凭以前的历史，就发现讲啊，原来以前发生过啊。所以艺术家会怎演一出剧，将两个时间空间的代志分别来演，结果观众在看的时阵会心的微笑，哦，就是讲啊，原来拢同款。原来古早人跟咱同款面对生活一种困难无奈，哦，这是咱台湾所做的。另外一出，吼、哦，这出我真推荐啊。这出就是讲，伫个咱这个法国，哦，法国，因为这个四大歌剧，其中有一出叫做《钟楼怪人》，哦，迄是法国人所唱的，伫这个法国圣母院，吼、哦，巴黎的圣母院发表的一出剧，伊就这里讲，这是15世纪的一个故事，《钟楼怪人》啊。这是咧法国真出名的文学家叫做雨果，吼、哦，伊所写的一个故事《钟楼怪人》。但是我即马所看，唔是这个迪士尼吼、哦、卡通片迄个版本啦，咱所看的是这个大人演的吼、哦，用唱歌的演的吼、哦，唱这个歌剧。伊个规个剧情咧演啥呢？伊就是咧演讲，其实咱人类所遇到的困难，伫当时15世纪的时阵，15世纪发生的悲剧。甲20世纪、21世纪所遇到的困难是一模一样的啦，是两种同款的啦。哦，所以用安尼用演出一个15世纪的故事，要来讲，当咱人类要跨入21世纪的时阵，其实迄个悲剧是同款。伊的悲剧是啥呢？迄个剧情真简单，迄个剧情就是迄个文学家咧描写，讲当时社会内面，哦，这个主教，这个圣母院是代表足神圣的所在，即个宗教的人员。其实就是上界最恶的人，因表面是真性格、真虔诚，讲的话拢是满口仁义道德，拢是爱台湾，我唔是啦，吼、哦，中国怪人袂爱台湾啦，吼、哦，就是讲因讲的话拢是道貌岸然的话，拢是足好听的口号，拢咧画像的尔，但是实际上因所做的，甲一个平凡的老百姓所做的是同款，是同款，吼、哦，迄、那个软弱是同款，
伊个痛苦是同款。颠倒一个平凡的老百姓，一个女郎，吉普赛一个流浪的一个女郎，无什么身份地位的人，但是伊所追求的生活快乐，伊所追求的爱情，确实使人的感动。虽然伊有做真侪无好的代志，但是伊真正要追求的物件，迄、那个物件，当然伊的身份地位，伊无法度讲做甲亲像咱一般的人对伊道德的要求。但是迄个剧要表达讲，亲像一个这样啊，这样啊基层。啊，这尼啊，咱一般看，唔是讲一个外好高尚的一个女郎，伊心中确实有对爱情的坚持，迄嘛是伊水的所在。所以用迄个剧，用迄个艺术要表达讲，咱也会用看一个代志的真相，唔是看外表。伊世结束内面，也有这种的水准，哦，也有这种的境界，也就是透过迄个时代所发生，透过伊世结，伊是伫。古约要结束的时代，伊所遇到的困难，啊，咱今仔日现代人二十一世纪，咱即嘛是徛伫啥物位置？咱即嘛是徛伫新约伫要结束啊，拢是关键的时阵。所以，好亲像我拄啊，比如，吼、哦，用咱台湾所写的这个相声的作品，啊，是讲比如讲法国钟楼怪人这个艺术的作品，拢是同款，就是透过同款的处境，虽然无同款的剧情。但是同款的处境的时阵，因所遇到的困难是同款的，心情是同款的。所以，亲爱朋友，我今仔日伫《伊世结束》最后一集的时候，我要来讲，就是当你咧看《伊世结束》的时阵，你爱将即件事所发生的代志，甲咱现代爱来结合。啊，你爱注意看先帝伫伊迄个时代，甲咱即摆的时代有啥物同款的所在，你会发现讲真同。因为《伊世结》是徛伫旧约要结束，徛伫一个旧的时代。要过去了，新的时代要来了。先啊，旧的时代过去，因为太烂嘛，太烂嘛，所以旧的时代已经要过去啊。而且，亲爱朋友啊，旧约的结束不是干那犹太人以色列历史的结束哦。旧约的结束也是整个人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讲叫做分界线、分水岭哦。所以，咱即摆叫做旧约，不是干那以色列人的旧约，是整个人类的旧时代。结束啊！新的时代开始啊！所以无了解圣经的人，也就你讲圣经以色列人的代志，旧约都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结束，新约都是耶稣时代开始。啊，耶稣是犹太人的历史，跟咱无关系，完全错误咯！你对圣经完全无了解，才会讲出这种话。其实新约的时代，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是整个人类新的时代开始，但是真不幸。咱即卖已经徛伫新约时代要结束啊，所以当咱回头去看旧约时代要结束，有人徛伫遐无？嗨，有一个人徛伫旧约的结束，甲咱握手，迄个人叫做以西结。这就是咱现代人看以西结束的一个角度。好、哦，回来啊，到底我凭啥物要讲咱即卖这个时代新约的时代是全人类的新约呢？休息一下，等下了随解释予你听。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啦！啊，为什么我咧讲新约不是只有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新约，乃是全人类新约？你敢知？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发生，是咱足侪观众朋友你无了解，我今日要来解释予你听。什么叫做新约？新约就是代表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你讲哪有？我无感觉啊，迄个时代也无电脑啊啦，是有电脑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你错了。电脑不管有发明无发明，咱人类的咱叫做喜怒哀乐啦，欢喜、悲伤、快乐，也是流目屎。电脑要未发明进程，拢照常在进行。电脑是应用咱的生活，但是并无真正改变咱的生活。伊是改变咱的生活方式，但是无改变咱内在生活的品质。但是新约时代，人类经过改变，为什么？因为耶稣来啊！耶稣来，你讲耶稣来，耶稣来，佮有甚物影响？有啊，有啊，足大影响。我记一个咧，总统来啊！总统来，那有甚物？总统来，总统来，来阮兜阿伯来，阿伯来阮兜啉茶啦。讲哦，总统哦，
来咱这庄卡所在呢，总统今天来这里巡啊。总统来无啥意义，但是如果总统来，然后带物件来就不同款啦。吼、哦，所以咱台湾人都知影啦。通常总统袂讲随便来啦，总统袂讲啊，今日食饱先，讲行来坐一下，来调酒啦吼，来调酒坐一下，也是吃一下羊肉咧。袂，伊个行程拢足满诶。伊若去某一个所在，一定是讲我今日去遐要巡巡看看，有啥物需要，伊可能就带去一个政策，伊要去宣布一件代志。所以讲，总统来一定有带来一个改变。比如讲，总统来要来宣布讲，咱这个美容吼，咱这个水库不要去啊，是不是呢？这种一定会带来一个政策的改变。我现在要问，什么叫做新约？新约就是耶稣来，耶稣来要带来一个政策的改变，这个真重要啊，真重要哦。啊，所以到底耶稣要带来什么改变？所以耶稣来无什么好遗憾呐，是耶稣来带来什么？这个才是关键。啊，请朋友，你敢知耶稣来带来什么？耶稣来带来胜利。当耶稣亲自来的时阵，就是代表讲，伊亲自出马，代表讲，决死战的时间到啊！哦，以前拢派这个先知来讲，上帝讲好啊，无个再先知来，我家己来。什么意思？手腕闭起来啊！啊，你在死啊！你，啊，你在死啊！哦。那师父亲自出马，代表什么？那个马到成功啊，代表伊的决心。所以耶稣亲自来到世间，什么人害啊呢？魔鬼害啊，魔鬼害啊。所以当耶稣来世间的时候，伊就解决一个人类自古以来到即摆一直咧问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世间有这样一个不幸，这个世间有这样一个罪恶。为什么这个邪恶的力量未当对这个世间消灭呢？这是咱一个自古以来上大一个无奈。为什么正义、公理、真理无法度显明？先啊，一头叫混杂嘞，乌混杂嘞，何时才会当用尽天日呢？包青天什么时阵才要来呢？咱人拢有这种无奈，感觉这个世间足无公平，感觉这个世间足侪痛苦。什么叫做信仰？就是上帝讲，我来啊。我来啊！恁已经真久以来所期待的代志发生了，就是我要来打败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耶稣来世间叫做新约，因为自从耶稣来了后，代表上帝亲自降临人类历史，亲自降临。自从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上帝为咱的历史起了一个头了后。上帝是将历史交咱人类家己来管，但是甲新约的时是一个重要的界线。上帝讲好啊，我挡袂掉啊，到这为止。哦，后边我来就好。阮查某囝有当时啊写作文，你知无？啊，就甲我讲，爸爸，我不会写作文哦。阮老师出的题目足难的，你替我写。我讲嗯，干啦，我替你写，我规日替你去上学好啊，我落去替你写。这是你的作业，要甲你写啊。迄若我甲你写，恁老师看嘛，知影我写的啊。伊讲啊，变啊变啊变啊！我就讲好啦，我甲你起一个头啦，吼、哦！在那美丽的星期天，哎、欸，我再来咧，我再来甲你想，我再来。啊，每一句拢我想，我都你写。我是甲你起一个头，吼、哦！啊，剩下你甲你写。哎、欸，对嘛，伊都开始甲你想，吼、哦！啊，我即马走去看，哎呦，那写个乱七八糟，我就讲，哦，咱当边啊，唔敢随出声咧，啊，先搁互伊想一个，先搁互伊写一个。啊，咱个小块去等一下，啊，咱当边啊看。哎呦，当边啊看，看到最后讲，好啊，哦，未当去等落去，因为这俩够我哩继续落去吼，这篇文章都已经去啊，无去哇，吼，好，安都，好，好啦，剩下我来甲你接，哦，所以个后边我来甲接，啊，甲消了，安尼，哦，当然这个比如小哩听有，但是唔是真适当。因为做老爸袂当替囡仔写遮济作业，所以我是用这个例啦，吼、哦，让你了解讲上帝的想法，啊，所以就好参详一个足重要代志，咱先乎咱的囡仔家己先做看卖，但是较关键的是你要出手啊，你袂当当边啊看，看个营养规拢烂去啊，你搁当边啊咧看，讲啊没关系，袂使安尼啦，该出手就爱出手啊啦，哦，所以上帝
也当讲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伊为咱人类起一个头，创造阿东夏娃，讲这个世界高人，上帝都无差吧？你讲啊，上帝敢真正拢无差？有啦，这个过程中间，等下上帝手安尼来叮当一个，背一个，人一个。但是什么叫做信仰？信仰就是上帝讲停，好啊，出来我来。但是迄个停不是讲人拢唔免做代志，是上帝开始参悟，上帝开始亲自来到世间。啊，咱人类历史要搁咧继续，但是上帝作为就对迄个时，本来上帝作为伫天顶，三半时啊都咧低两低啊，哦，但是信仰就是上帝规个拢落来啊，迄叫做上帝灵临到世间，迄叫做道正做肉身。都是希腊时代，因非常强调真爱讨论，一个名词。但是，迄、那个道，因咧追求的真理上帝，已经来到世间，真做一个肉身，真做一个肉体，我都对咱人讲话。迄、那个道已经落来，道降临，吼，那个道临到世间。所以，因为安尼，咱人类整个改变。所以，新约了后，上帝灵开始工作。所以今天的信徒祈祷上帝的做工，这样做一个奇妙的时代。所以过没多久，新约要结束了，当新约结束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跟旧约结束一切结束看到的新的时代同样。所以我们共同旧约的人物跟新约的人物，我们都共同在期待一个世界最后就是上帝永远的掌权。这就是人类的奥秘。感谢以色列，嗨，以西结，那多谢。伊徛伫旧约结束，对咱讲咱的恩望；咱徛伫新约结束，咱要来迎接这个恩望。你敢有参悟呢？赶紧来信上帝，赶紧来看圣经。好，啊，无我多的时，也佫感觉无清楚，无要紧，后一集佫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互你真理愈听愈明。多谢。哎呦，小老三，你也做老亏，我跟你讲啊，嘿阿妈哦，顶次只讲是咧，我感动人个故事咧呢，你这宝座你阿妈做啊，我跟你讲啊，即马开始呢，阿妈要来做我的回应啊哈，对你今仔日当讲一个更加感动人个故事，来讲一个上帝的恩光，安怎样在世间使人感动？啊那无吼，阿妈卫冕成功，你哦，你刚刚来挑战，爱讲笑啊。阿嬷讲一个什么烂苹果的故事，就把我打倒啊！啊，来，各位，今日我小老三有准备一个真正感动人故事。这是发生在2003年，哦，这是呢世界的骑卡达车比赛，在法国，哦，隆重呢，法国安尼全国吼爱骑3000几公里啦，哦，3400几公里，你敢知？哇、哦，差不多200名的选手来咧参加这场大比赛啊！哦，紧张刺激，小老三带来一个比赛哦。啊，到底这个比赛有什么感动人的故事？啊，你也感动人？有什么的？这个比赛中间最出名的选手叫做 Armstrong， 是美国人。这个人使人感动，因为伊本身是个癌症的患者，经过治疗了后，化疗了后，竟然又搁登去继续比赛，所以呢，大家真期待伊。伊是呢？有可能世界纪录第二个人就是5连霸、哦、已经进前有一个了，这个人5连霸连续5年拿到法国骑脚踏车比赛、啊、这都世界各地骑脚踏车的好手、啊、然后呢他本身呢这次已经4连霸，所以呢只要赢这次了，他就可以5连霸拿到连续5次的冠军，这样就创一个世界纪录就对了。哦，癌症患者还可以对癌症的中间治疗后，过来骑脚踏车跟人比赛，精彩继续。嗯，伊上强的对手是对德国来乌里克。哦，这个少年人以前嘛捌得过法国的这个骑单车比赛冠军呢，所以这摆呢，因两个人是最大的敌手。所以如果那我都打败这个对手者，伊就会当得到5连霸。哦，这是世界纪录。然后呢，因为这个3000几公里，拢总有分做20站的比赛。比较14站的时阵，这个 Armstrong 吼、哦，全美国拢那个加油的啦吼、哦，只有领先这个 Ulrich 领先15秒尔尔。哈，2000几公里的比赛已经
二十站骑到十四站啊，第一名才领先，第二名十五秒呢，十五秒哦，我两个实力非常的接近就对，再来就是迄日，因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战区呢，因为迄日是咧骑山顶，嚯、哦，迄山路真歹骑咧，两个人骑，又完一个暗爽领先啦，嚯、哦，迄、那个所在空气真薄。啊！真侪观众站边啊看，阿叔本来领先，但是呢，到最后得要到终点的时阵，因为有一个观众，伊站遐咧等的时阵，伊的手落啊，去跨到这个阿叔的手车咧，害伊怎啊跌倒咯？哈！本来领先呢，怎啊跌倒？阿唔到咧，第一乌里克就甲掠过啊！对，乌里克马上掠过啦。但是感动人故事发生咯，这个时阵乌里克竟然。打东啊！伊并无赶紧冲去终点，伊颠倒打东啊，车停起来，回头看伊个对手，等到伊个对手爬起来，佮冲起来了后，伊才继续来骑啦。吼、哦，了不起！这尼啊重要比赛，伊无共占便宜就对啦。是，因为听讲前一次就是乌里克以后跌倒，迄个阵阿姆斯通也有等伊。所以两人在也是敌人，也是朋友，使人感动啊！赞，好听的故事。哎，这么时间到，赶紧，最后什么人得到胜利呢？哼哼，最后就是呢，这个阿姆斯隆经过几天了后，赢四十几秒，得到冠军，咱个恭喜咯！嚯、哦，拢总三千几公里，讲赢四十几秒呢？你看两个人实力偌接近，竟然这么激烈的比赛。各位当安尼来关心伊个对手，感动来哦，一个足感动人个啦。可见这个世界真的有爱。来，谢谢小刘三，谢谢，多谢，拜拜。